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俏气话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到台北花博的珍艳馆，参加了台湾一年一度的昆虫博览会，里面聚集了台湾各地贩售两栖爬虫与植物类别的商家与爱好者。我们今天以普通观众身份来参加这场盛宴，那我们现在进场吧。询问过老板这只状况后，说因为他制造的天然泳池太拥挤，导致化泳池折到了脚，但庆幸的是他还有羽化的几率，希望这只大师兄可以顺利羽化，加油哦！哇，第一次看到有商家做甲虫头部的标本耶，真是个稀奇又特别的纪念方式啊！哇，这是我最喜欢的艺术品区，赶快来看看吧。哇，这里艺术品都是以大卫长臂金龟跟彩虹锹形虫为主呢。哇，七彩缤纷的彩虹锹耶。哎，对了，虫展逛到现在好像都还没买到一只标本呢，那要不然我帮你买个一两只。好啊，走。那我们现在正在甲虫四级挑选我们的 Lamprima Azophinae 印尼金锹的标本，那请我们的小姐好好慢慢挑选吧。嗯，我想要这只，还有 A few moments later